我刚才在关注卡特，你看一下老板怎么了？老板鼻涕突然好像湿什么？留学回来的彩妆老师，然后帮我们画。请问你们有什么经历吗？没有。画这个其实不是经历，我一组，我们两队要 PK， 到底哪边的老师画出来的视觉性妆容最到底摇滚？先看一下老师，好失控，我害怕。郑源跟悠悠是一组，小芳跟荔枝是一组，视觉性就长这样子，好不好？这很适合卡特，什么时候适合我过？老师，请问这个妆容的重点是什么？我觉得是上下眼线。我觉得我相信他，因为我们之前去过牛郎店，参考这种。万一今天画好了，然后老师画技术我们不是很满意的话，要怎么卸掉呢？日本最强的卸妆油就是盛源的爱牌 DHC 的卸妆油来找我们合作。我们如果今天这个妆容都卸得掉的话，一般日常妆是觉得 OK。盛源为什么选择它？因为盛源的妆很高。到底最强唐特 Rocker 妆跟 DHC 这很难说，对不对？我们最后要有主曲吗？立马请老师帮我们化妆吧。我们画错的话也会这样子一点。白，那很白，对不对？白的彻底。你帮我们找给社员专家。我要去洗。剃掉，剃掉，剃掉。底妆 first。都白的。对对对。那节目多半年多。帮老师的给洗也太多了吧？我是很专业的 ，OK。你直接用遮瑕当底，是不是？你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学我们，我是老师。眉毛呢？你要是很歪，比较小。哎呀呀！小美吗？目前这样情况。你太漂亮了吧？这是什么？不能跟我黑眼圈的。不能爱擦掉，再用一点遮。要黑眼圈。要黑眼圈。可以擦一下吗？爱有修容的吗？谢谢方老师啊，我看一下。走走的。太丑了。你根本只会上底妆，他拿眉笔干嘛啦？他没有在画眉毛。他说现在很像是能摆布的观众。我刚才在关注卡特，你看一下老板怎么了？老板鼻涕突然好像湿什么？懂啦，你自己看这吉他跟这个吉他，好像啊！我们赢在他本来就会掉眼，这房产是小魔女懂的人，九月九岁，赶快上镜子让卡特看一下，准备好了。
天到底我们的妆容给我们卸下的，你有自信吗？有。现在跟老师把我们卸下。谁在欧尼克斯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跟我，现在快动我！你很好哎，应该戴这假发可以激发你。我今天拿起来就会变个人。到底能不能把我们卸掉呢？有没有信心？有。你知道他这有个重点，就是他千万不能先碰水。他脸干手干。对，脸干手干。可是我这个眼妆，他眼妆卸得掉吗？这个是一瓶底全脸，可以讲不都是粉呢？也可以。眉毛又不见了耶，我怕很久了。大熊的妆碰了 pH 11，都只是小秘密。橄榄精，因为有听说有一些不好的那个卸妆油，里面的油是会刺鼻子、痘痘。因为我现在我都觉得电梯的。哎，生源真的爱到每次去日本都买。他脸都绿了，都囤了四瓶。哦，他一直买那个公主系列的包装，而且他的脸好像英哥的那个。完全不刺激，什么感觉都没有，超温和，真的真的。很适合你，因为你看到卸眼妆会觉得很刺激。对，都是卸妆的，不如虎颜的，这很像手发。哎，我刚是干净吗？很干净啊，真的。哎，我只用 DMC， 我没有用其他什么眼唇卸妆液哦，真的，一瓶就抵全脸，我觉得会烧到很多人。因为我其实我原本觉得卸妆就是有点刺激的成分，它完全不刺激。这个卸很干净，很彻底。干净，你的也很干净，这真的很强哎。我有擦，它的超干净。眼睛有时候卸完会有亮色，而且我觉得亮色，记得吗？在两位视觉系歌手都已经卸完半年的妆了，是不是卸得很彻底？他好屌，他超多的。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真的完全没有什么感觉，因为小薇眼睛非常敏感，又很敏感，有一些卸会熏眼。对，哎，他既然是深层卸妆，原本我们不是以为说眼妆卸不掉吗？对，他是要眼线胶笔。对，我用眼线胶笔。刚录影存证，会轻轻推。他在我的眉毛盖了好几层，对，不掉了，而且我只是轻轻这样撸过去，越来越明显。在周年庆，赶快买 D H C 的深层卸妆油，有加大的版本哦，现在最低优惠到46折。Oh my god！ 跟周年庆差不多哎。详细优惠资讯呢，看我们的资讯栏就知道喽。喜欢我们频道的记得订阅，就做做做做做，开心的。